鸟师的小教室。我们今天要讲的角色是竹卡。这个角色呢，出装比较简单一点，加上这角色其实不太实用，偏垃圾，但是一直有人叫我玩，我也没办法照玩。他垃圾的点是在于对线上，其实他打输很多英雄，跟功能性其实很不足，而且超级乱。魔龙路有射手跟打野有一个主要输出，跟中路也是输出的情况下，那这个队伍就会很需要一支坦克，竹卡这个选择就比较不好。没有关系，既然有人真的很喜欢这支角色，我还是来讲解一下他大概怎么玩吧。好，希望这支影片可以收集到3000个赞。先来讲解装备，我第一件都会先出破阵，再来出鞋子。我会选择游荡鞋或者是法防鞋。游荡鞋的用意是在于我可以快速跑线到一个点去蹲人，因为竹卡这个角色卖点就是这里超高的输出跟软到的肉质，能蹲到人一定是最好的，那只能多做蹲点来打出它的价值。这边游荡鞋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。法防鞋来讲呢，是因为有时候真的会被控爆，真的没办法把招全部接完，所以就会出法防鞋。再来我会出全能武器，再来就是圣剑。为什么我会选择圣剑呢？因为圣剑这件装备我讲过很多次了，它给予的爆发实在是太高了，所以圣剑搭上破阵全能，基本上秒软皮就很好秒了。他再来看要出仙灵或者是说天虫，其实都是可以的。最后一件大概是复活甲。如果你不喜欢圣剑这件装备，你想要出王者，我会建议你带猛攻刺杀龙爪。那你喜欢圣剑的人呢，可以带暴怒刺杀龙爪。魔纹的话，我是带红色阵营的隐刃、鬼爪、死斗或是恶魔觉醒。个人认为死斗的好处是在它的伤害就是很快就可以打出来，因为有时候蹲点是只用大招起手，不是先滚或是一技这样子。那恶魔觉醒其实都是可以用的。那副阵营的话，我会带强化恢复、赏金猎人。那强化恢复也可以换成凝霜宝珠，因为凝霜宝珠在一波团战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，就是如果你用得好的话。挑战者技能我推荐带瞬移，斩杀也行，但是我比较喜欢瞬移，因为瞬移大闪开太好用了。大致上就是这样，那熊猫的解说就到这边。喜欢什么角色，想要看我在教学他们出装或是更进阶一点的操作的话，那欢迎在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先进入正片。少少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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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给机会杀，不给机会杀，别想杀我啊！这个人叫花剑，应该不会很绝，我怕。慢慢吃兵了，反正我的小兵，靠腰了，在控兵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控这边就很安全了。哈喂，偷控兵，淫荡。我好安全，没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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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差我没差我没差，爽了 ，gank 不到我嘞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阿熊阿猫很难 gank。我看到瑞克了，那、又想 gank 我。搞这些狡猾的鸡巴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熊猫怎么那么滑、啊？哈哈哈！太年轻了，想杀我有点难了，实在是有点难，没这么好杀的。熊猫当活人在玩，就是这么扯。等他丢，等他丢花，我再大上去，我都慢慢清啊。
我也不跑了，我就跟他对线，好爽。啊，不对，他很想点我。哦，好、哦，干嘛干嘛？他起杀心哦，我感觉到、哦。我不抢啊，怎么样？不想要抢了啊？你看，稳稳滴答，好爽。我才不要跳！我想这边交招清兵，我就等死了。我先用牙刷弹他蛋蛋，但没弹到。哎呦，你滑的有点 KO 花剑，叫花剑的男人，花剑男。哎呦！怎么了？帮你刷牙。我操！到底是怎样？到底了、欸，还是可以守、欸。我有瞬移，死不了。慢打。好啦，守住了。哦，被踩那一波，没血了。哎、欸，死了死了，这个阿福威死了，好扯好扯。啊，那个瞬交慢了，应该那个第一拍那个拍子，第一个八拍我们就要给他瞬掉，没瞬掉，可惜。哎、欸，这边可以干呢、欸。熊猫宝宝来了，我是熊猫先生。好爽！请你刷牙好吗？好臭，好臭！好诶，是不是有人要被我干？是你。哎呀！怎么这么强？阿猫哎、欸，阿猫哎、欸，没被我扁过哎、欸，没被敲过头，气不气呀、啊？敲爆你的小头头啊！宝宝来帮你刷一刷，这个还是我的。没被阿猫的打过，成功吗？好，圣剑，好香啊！我最喜欢圣剑。想跟我单挑？不会吧？踩到我再说哎、欸！哎，我先走，他有点强。哎呦，啊擦！啊擦！杀神，痛啊！跳在漏电呢，好家伙！不好打，不好打，阿福会暴走了啦！八鬼，不说了吧。如果您身边有其他人，建议先将下面片段的音量转小。或戴上耳机，剪辑姐姐关心您。这个瞬移，妈是请到爆！致命一击，是不是想要插我啊？插！差点被插到飞起来！哎呦，我神装了，这个吃下去哦，15个便当，干嘛？宝宝现在浑身都是力气，胖的，我是胖的，胖的胖的，这边要出这个了。然后被他们搞一个，输出有人捏。
尿不见了。当，哈哈，不见。你有看到那个吓到吗？整个吓到。啊，王狼狼嘞！哎呦，阿四阿匪想要跳，跳走吧，快跳吧！来了，熊猫先生来了。好啦，拆塔不演了，哈哈，舒服。感谢我们本月最大干爹干妈嘟嘟对决群 LO Kiwi 还有翔，谢谢你们大力支持，我一再加油。真的好大的屁股啊！大屁股啊，把对面给坐没了。金牌战士，那轻轻松松。对佛伦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就滚，我们就归起来，哈哈，怕死了。